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在无数粉丝的翘首以待中，陈毅终于正式成为敷尔佳面膜的代言人。这一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引爆了整个网络。粉丝们纷纷表示，这不仅是对陈毅颜值的肯定，更是对敷尔佳面膜品质的认可。敷尔佳面膜作为药妆品牌，一直以来深受敏感肌人群的喜爱，其出色的补水保湿效果让无数人爱不释手，而此次与陈毅的携手更是将品牌形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陈毅作为新生代演员，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和高颜值，其阳光健康的形象与敷尔佳面膜的品牌定位完美契合。陈毅的粉丝们早在之前就听闻他将代言敷尔佳面膜的消息，但由于官方迟迟未公布，大家一直在耐心等待。如今官宣一出，粉丝们的热情瞬间爆发，纷纷表示要第一时间购买这款面膜，与陈毅一起美美的。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赴山海的路透图也在网络上流出，陈毅在剧中饰演的秋水一角，以其高颜值和独特气质再次征服了观众。无论是造型还是表演，陈毅都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令粉丝们激动不已。赴山海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每一次路透图的曝光都能引起热烈讨论，而陈毅在剧中的表现无疑是该剧的一大亮点。粉丝们纷纷表示，陈毅不仅在护肤领域代言成功，在演艺事业上也越来越出色。陈毅的代言之路不断拓宽，而敷尔佳面膜则凭借其卓越的护肤效果赢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陈毅的加入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这款面膜的优秀品质。随着代言消息的正式发布，敷尔佳面膜的销量也势必会迎来一波增长。粉丝们表示将继续支持陈毅的代言产品，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偶像的支持。陈毅的职业生涯正在蒸蒸日上，无论是代言还是演艺事业，他都在不断挑战自我，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而赴山海的播出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演技上的进步与突破，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陈毅会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此次代言事件再次证明了陈毅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无论是品牌方还是粉丝都对陈毅充满了期待与信任。随着赴山海的播出，相信陈毅的事业将迎来新的高峰，而敷尔佳面膜也将在陈毅的代言下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与喜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